艰苦卓绝，苦练枪兵。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骑雕战士，记住两句话：你们的精神必须是铁打的，你们的身体也必须是铁打的。 龙脊镇，加油！快点，别撅屁股！快！ 龙脊镇，你干嘛呢？我想上厕所。射击完了再去。射击。 几环？报告教官，龙脊镇脱靶了。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30公里拉练，希望大家有个好的精神面貌。 争取取得好成绩，加油，转，跑跑走。报告官。
快，加油！拉练后最后一名，加罚100个俯卧撑。快！加油！岩石，快点！ 不错，好，快点，好，不错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不错啊，大家休息一下，喝点水。 荣金针到，有没有看到荣金针？荣金针，大头！荣金针，大头！荣金针，大头！荣金针，荣金针，荣金针。 荣金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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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金针。 雷处长，怎么回事？荣金针失踪了。真行，拉链能把人给我弄丢了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掉了？荣金针，荣金针，荣金针，荣金针。雷处，雷处，据搜。是，荣金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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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周可，荣金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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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干嘛呢？雷处长，我刚才跑累了，上了个厕所，不小心就睡着了。花天下之大吉，这简直是一个笑话！七里窑里怎么能出了这么一种奇葩？也不知道是哪座山头炸开了花，爆出这么一只猴子。 小林啊，别急，到底想说什么？荣金针，我说的是荣金针。院长，我必须把他除名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大头完了！谁完了？你完了，我也完了，不是。 关键是你完了，所以我才完了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雷处发火发成这样，你还不明白？你完了你！我完了，我明白。可是为什么你也完了？哎呦我的！
秘密啊，郑处长之所以招我进701，是为了保护你，是吧？你说你去南院了，我还能去北院吗？到时候您在南院搞后勤，我在南院保护你，你傻，我比你更傻，你明不明白？不明白，我谅你也不明白。不是，但凡你脑子要清楚一点，你就不会在训练的时候在树根底下睡觉。不是，更倒霉的是你睡就睡呗，你还让雷处看见了。不是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你不回家你还能去哪儿？你这种人还能继续留下训练，简直是我们701的耻辱！我绝不能让荣金珍拖了整个团队的后腿。院长，我要求立刻把他送走，反正他也不可能通过考核，早走晚走都是走。谁都能走，荣金珍不可以。院长，我反复强调过，荣金珍是这次特训营里最有希望的一个，他是一块璞玉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耐心，更多的精力去雕琢他。所以雷处长，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就算是给我一次，可以吗？哼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就算我今天给了你机会，你信不信荣金珍迟早要被淘汰，我现在送他走也是为了他好。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他折磨得缺了胳膊少了腿的，再送到南院去发报纸啊？训练还没有结束，你怎么知道他会被淘汰呢？自己看，特训以来荣金珍一直都是最后一名，就算只淘汰一个，那一定是他。态度，态度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好，既然雷处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我恳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，让他把训练完成。如果到训练结束的时候他的成绩还是不合格，任由你雷处长发落，我也一样。你拿什么跟我赌？这条好腿，郑瘸子，少过来这套！行了行了，雷处长，那就一切等训练完了再说，啊。郑长，荣金珍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优秀吗？必须是。雷霆，雷霆，关于荣金珍的事情，我想再跟你解释一下。哎，停！既然打了赌，这事儿就免谈。郑处，郑处，雷处，你也在。嗯，那你们有事儿，你们先聊。别走。看来你是有事儿，要跟郑处汇报。是不是我在这儿不方便？行，那我先走啊。哎，没什么不方便，行动处跟破译处本来就是一家。再说了，雷处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不是外人。说吧。是，我要向您汇报的是关于荣金珍同志的问题。又是荣金珍，我说呢，我怎么前脚刚进院长办公室，
正当后脚就到了，原来是我们行动处出叛徒了。这话不好听，怎么叫叛徒了？协作。哼，怪不得你死活跟我推荐他当主教官呢。艾能，看来我们行动处庙太小了，你干脆调到破译处得了啊。别当回事儿，他的心赶紧了解，全院都知道，他最器重的人就是你。荣金镇怎么了？他急着要见你，他说你是个骗子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为什么说我是骗子？你就是骗子。你说你来找我算题的，结果天天让我跑步，我跑不动，他们还训我。你说你是老师，现在就成了大官了。你不仅骗了我，你还骗了校长。校长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他是不会让我来的。不仅是瘸子，你还是骗子。我没骗你。山那边有一个楼，那是我办公的地方，在那儿。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在算一道很难的题，半年了，我们都没有找到答案，所以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们一起解开这道难题。什么？你把题给我，现在我帮你算，算完了就让我回家。不行，那道题很难，很大，大到没有办法从那栋楼里搬出来，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楼里去算。那你现在带我进去，我帮你算。我不要跟他们一起训练，我不喜欢跑步，也不喜欢打枪，更不喜欢翻墙。但你必须得要通过这些训练才能获得算题的资格。我不管，你要不就让我算题，要不就让我回家。你走吧。山上有狼有蛇，你连最基本的越野跑都通不过，凭你这个体能，我看你怎么回家。就算你运气好能回到家，但见到校长你该怎么说呢？你是来算题的，连题都没见到就当了逃兵。是你脸上有光还是校长脸上有光？天天看你写写信呢，啊，给写写。关你什么事儿？当然管我事儿了，只要你不是跟你对象写，我就还有机会。我就是跟他写呢。可是我怎么老看你写，不见得给你回呢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当然跟你有关系了，只要他不回，就证明我还有机会哟。哎，干嘛呀？啊？生气了？别生气嘛。这样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魔术，三张牌，看好了，黑桃二，红桃 K， 大王。主要是手法。
猜猜中山队长什么牌？哎，魔术嘛，魔术会让人开心，会让人愉快。猜猜猜猜猜猜，猜对有奖。大王，嘿，对了，你能是吧？啊，你是不是能？能猜是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再猜一遍，再猜一遍啊！看好了，三张牌看好了。来，猜猜。中间这张什么牌？猜猜猜猜！哎 ，K， 大王，二，黑桃的。这回二了吧？不对呀，我从来也没失过手啊。各位，别愣着，体能训练就此告一段落。从今天开始，各位将接受各种专业的技能训练。这位是崔老师，你们的摩斯密码课老师。崔老师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讲第一章，摩斯密码的定义。摩斯密码又译为摩尔斯电码，是一种时通时断的通讯代码。它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、数字和标点符号。它发明于1837年，发明人是美国人塞缪尔·莫尔斯。莫尔斯电码的代码包括五种，分别是点、划、点和划之间的停顿，每个字符之间短的停顿，每个词之间的中等的停顿，以及句子之间的长的停顿。自从这训练场所啊由室外转到了室内，训练科目呢由体力变成了脑力之后啊，进步还是很大的嘛。虽然说到目前为止你还是稳坐倒数第一的位置，但是你跟我们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的缩小。嗯，大头同志，不错不错，很好啊。我相信只要你不断的努力，迎头赶上，咱们俩共同进入北院还是很有希望的。我进北院的概率是3.5%。多少？3.5%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算过了。不过安教官说，这个数据可能会因为不可控因素而上下浮动。上下浮动，不可控因素。大头，大头，
安教官跟你说这些话，是在暗示你。暗示我什么？你想啊，什么叫不可控因素？什么叫上下浮动啊？是上还是下呀？不是，这么明显的暗示，你没听出来啊？没事，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现在局势是这样的，你正处在被淘汰的边缘，是吧？安教官呢，是我们的主教官。如果说我没猜错的话，他跟你说这话是在点你，是要你向他表示表示。表示，就是活动活动啊。活动？哎呦我的妈！疏通疏通，到底是表示还是活动还是疏通啊？你听不懂人话怎么着？这不都一个意思吗？就是让你啊，去套套近乎，说点好话。最重要的，就是送礼。送什么礼？哎，这送礼吧，里边学问就大了。哎呀，这违反条令条例的事儿，咱不能干。这礼不能送重了。这万一被查出来，事儿就大了。这送轻了也不行啊，这显咱没诚意呀。这最好是这家里边带来的，就家里比较特别的那种，礼轻情意重的那种。你有吗？行啊，都约到靶场来了。这店人少，别的店还不来呢。翟丽，你越来越变本加厉了，不但给我写信，你现在还单独约我见面，那这事是你造成的呀？谁叫你不给我回信的？没进701之前，每一封信你都会跟我回的。那时候，你总是很关心我，鼓励我。你写的每一封信，我至少看五遍。别忘了，我过目不忘的。要不要我把你写的每一封信都背给你听啊？打住！翟丽，你真的不该来701。我就是为了找你，才到701来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。你是我的学员，我是你的教官。安能，叫安教官。安教官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来找安教官的，他们告诉我说安教官来靶场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自从集训以来，您对我太好了，我就是想跟您，表示表示。表示？就是，联络一下感情。联络什么感情？我想给您送个礼物。你为什么要送我礼物？我就是想你以后能够多多关照关照我，特别是在考试成绩方面。见过傻的，没见过傻成这样的。
荣金珍，你送什么礼物给安教官呀？哦，安教官，你看，这都是我师娘亲手给我做的，礼轻情意重，代表了我的心意。啊，这些都是新的，我没有穿过的。大哥，麻烦您跟我解释一下，这就是您送的礼啊？啊？是你自己说的，礼轻情意重，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了。您要是珍贵，您倒是自个儿留着用啊！我本来就是自己留着用的呀，是你非得让我送的。送礼送裤衩是吧？啊，我闻所未闻啊！这珍贵吗？珍贵吗？这当然珍贵了，这些都是我师娘亲手给我做的。师娘送你东西多了，怎么把镯子送给人家去啊？那不行，师娘说了，镯子得留给她儿媳妇的。放屁！不是，就你这样，你这辈子还能娶媳妇儿？哼！我也不跟你生气啊，你告诉我，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吧？翟丽知道，她也在场。大哥，您不会当着翟丽的面把红裤衩送给安教官？是的。你就是头猪啊！你比猪还笨呢！这荣金真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吗？他还是很努力的，他现在的成绩也比以前提高了不少。那也是最后一名啊，替我转告正当，他那条腿我要定了。雷叔，最后的考核还没到呢，接下来的几个项目都是荣金真擅长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安能，这荣金珍给你送了什么礼呀？正当又给你送了什么礼呀？你怎么这么护着他？我没护着他，他这个人比较单纯。单纯？什么时候单纯成了咱们701选拔人才的标准了？他单纯，敌特分子可不单纯。我问你，谁敢跟他搭档出任务？谁敢把战友的性命交到他这么单纯的人手里啊？他这不叫单纯，这是愚蠢。看看这什么呀？难怪我觉得咱们宿舍的味道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！这几天我做梦都被熏醒，
大哥，合着是您干的好事啊？啊？你今天必须给他洗干净了，啊？我非得把你这小孩尿炕的毛病给你治好。怎么个意思？不洗是吧？你信不信我把它全扔了？你什么态度？我这么多，一直都没洗啊，在家也没洗过衣服。师娘说我太笨了，只要把书读好，把题算好，其他的就别学了，反正也学不会。现在师娘不在你身边了，荣金面，你得自立，什么事儿得自己干。今天我教你洗衣服，比算题容易多了。来，我怎么洗你就怎么洗。用水把裤衩打湿，然后呢，打肥皂，把裤衩打匀，打匀了啊，然后就开始搓。然后就这么搓，对。对，这得多少条裤衩啊？22条。师娘本来想给我做更多的，可是没有时间了，所以她说她之后再给我寄过来。看来师娘真疼你啊，纯棉的，结实。为什么都是红色的呢？师娘说红色的吉利。我一紧张就想上厕所，有时候忍不住就控制不住了。师娘说棉的吸水，所以让我多备一些。今天是你们全体学员的第一次集中，你打算迟到吗？我要我的包。我明白了，那天你死活不肯从厕所出来，吵着要那个包，是不是就是要换裤衩啊？嗯，我小时候得过肾病，差点死在医院里，治好了就这样了。你让我想起一个人，我弟弟，他跟你一样。一害怕就想上厕所，来不及的时候就尿裤子。他也得过肾病吧？他才6岁，那还小。等他长大了，也许就不会了。他好不了了，他死了。39年。鬼子进犯山西时，他跟我爹被鬼子的刺刀捅死了。他说我现在活着应该跟你差不多大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让他上大学多读书，跟你一样。安教官，对不起，
我让您伤心了。我不伤心。现在不是有你吗？你愿意做我弟弟吗？你要是做我弟弟，我可有要求。荣金珍，你老觉得自己笨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你在我眼里，在大家眼里，你非常有天分。你的天分是我们大家的希望，所以你要努力，要自信。微茫，远在星辰之外，微尘旋转着光的独白，微寒蔓延脚尖抽搐等待，只留下寂寞的秘密在深海，接着黎明出现的微光，接近无忧无绪的终点，揭开灼烧回忆的烙印，你才是最难算的那道谜面。最近的你，冲冲